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好了。那今天要来玩这一款是叫做《变幻之境》。OK， 那看起来是一款卡牌对战的游戏。那今天是2020年的2月1号，那这款游戏是在1月31日上市的啦。那其实昨天我有来打开来看一下，但是好像不能玩，可能刚开服出了一些问题吧。那我就没管它了。那今天就来玩玩看吧，看起来好像可以玩。那这边有 Facebook 和这个游客，我们用游客来登录。OK， 输入一下名字，阿姆。哇，有问题，还是有问题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好，下载188MB， 我还是不能玩。过了一天，如果还不能玩这个游戏，工程师在干嘛？休假了是不是？是刚收假还没收心，因为已经开工了啊。昨天、前天应该都开工了，今天是礼拜六了。下载速度还可以吧，一段一段的。哦，一个封包，一个封包，总共有18个封包吧。我再等一下。卡牌对战的话，应该可能是要跟玩家打啦，应该啦，不知道。OK， 那一开始这边是 Life Ready， 还蛮生动的一个独眼的一个女生，只是包的有一点多。那这边是教学模式，好，确定，载入对战，有点慢哦，小慢。那我是新手哈姆啊，对方是 BOT。电脑好像有点小声哦，大声一点。可以改变我起手 ，OK。可以换五张牌就对了，但是这边不用换。了解一下哈，随从牌。好，随从牌。每一张手牌移动到魔力区，可以获得魔力。魔力区在哪里？这边是不是？这样子吗？好。大部分行动都需要消耗魔力。把一张手牌放到魔力区，可将手牌转换成一颗该颜色的魔力。每回合只能转换一次魔力。OK， 应该是派这一张吧，因为我们现在魔力是一分之一啊，这个应该就是 cost 啦，你要消费就对了。欸，不是叫我放上来吗？那我们派了一个11，那就是要下一回合才可以攻击的啊，有点像那个如果玩过炉石战记的人，那种卡牌游戏应该知道。哇，好久没玩炉石战记了，都已经忘记了。反正这个看起来就是攻击力嘛 ，HP 嘛，然后这个是水晶啊 ，cost， 它这边称为魔法值是不是？好，然后这是法术牌 ，spell 法术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四费的放到这里面，它就会变成一费的意思啊，意思是这样吗？世界之书要干嘛？放到他身上吗？选择目标哦，选择目标这样子，哇，变11/11耶，这么强。然后英雄技能会扣一费，我的英雄技能是什么？翻一张牌吗？好，我英雄技能是翻牌哦。
看一下，我点他一下，点一下没有，要按住。哦，就是他这边有说嘛，翻一张牌，如果颜色等于最右边的，如果是绿色的话，我这边是绿色嘛，那他就会放进来，没有的话就再插回去，而且他是放回牌库底下，是不是？牌库底。那这边我们要打的话，很明显啊，这样子嘛，打他是不是？哇，他有护盾是不是？这个护盾是什么意思？这边有一个盾，金色的这个代替他被承受攻击。战局开始，只要拿到三张先手或两张后手，卡牌化为护盾。盾碎之后会变成卡牌，会在手牌之中。哦，好像有点小复杂。那就结束回合。反正卡牌游戏前面他会教你如何玩嘛，那你就把这，因为这是中文化嘛，中文版的。这游戏原本是什么版本的？可能是有英文的啊，有其他版本的也有可能。那这边要学这个进化牌。将它召唤到我方随从身上，这个吗？我可以，可不可以点一下？哦，点一下没有，你要按住，它就会说进化在黄色随从上，使对方英雄对对方英雄造成九点伤，这么凶哦？然后怎么用？哦，拉上来，然后再使用，好，跟刚刚一样，这样有吗？哦，好像有点复杂哦。进化牌要符合条件的随从才可以用。他说长按是不是？长按，然后有技能，哇，这边有分技能哦。然后嘞，放这个、哦，这样就炸啦。OK， 所以刚刚那个卡牌给他赋予了一个99点伤害的技能，然后我要长点之后可以使用技能。有点小复杂啦齁。好，完成了教学，确定。今天是2月1号嘛，签到。然后这边有连续7天。就是每天都要登录哦。如果你通常这种连续签到，如果你一天没登录就中断了，大概是这样嘛。鼓励你每天都要玩。好了，做完了一个教学了，就没有了，剩下就要自己摸索了。卡牌游戏嘛，就是要抽卡包。来看一下一些功能吧。我是新手，没有积分。那这是我的里程碑，等级的里程碑吧。然后这是挑战，是不是？这个看起来是每日的，每日打五场，还有每日赢商场，就可以获得这个金币。我们再小声一点好了，因为我怕太吵，会听不到我的声音。这个应该是公告吧，一个喇叭，有没有公告？11月31日的一些公告，但是是英文的啦，哦，所以说感觉这款游戏应该是一个国际服的游戏呀。这边应该会有设定吧，果然，好不好？这边语言可以自己调，英文、中文、日本语，好像就三种而已，然后是繁中，可能在那个 Google Play 上面下载得到。那音乐音效可以关掉吧，我想。OK， 就是大小声啊，自己在调整。游戏指南看一下，跳到网页去了。好，返回。啊，这边就还好啦。我刚刚是用游客账号嘛，那你就需要来绑定 FB 账号。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再绑定也可以。游客账号毕竟有时候就遗失了啦，一个秀逗就不见了。你的手机啊或什么的游戏衣橱就没了。这个是签到吧？对，这个是签到。我们刚刚有签过到了。那这边的话是一些事前登录的一些奖励啦，哦，
总共到30万的，我这么多人登录哦，我还真的不知道了。好，领取的这些，领到了应该是要去我们背包吧，待会再看。那是 Facebook， 点进来，好，我过去。那点完 Facebook， 音乐就不见了，有时候会这样啦，就是你跳来跳去，游戏就不见了，游戏的音乐就不见了，好，又跑出来了，比较慢。那这个可能就是积分战和一般战吧，阶级战就是你要爬分数的时候用的吧，有点像爬天梯，有没有？通常战可能就是跟一般人玩吧，然后你要整理你的卡牌吧。哦，我现在是新手啊，跳过，没有半张认识的。我现在好像有两套，是不是？颜色不太一样，就是这套是偏绿色，有没有绿色？然后这个是黄色。那我现在有两个英雄吧？对，我现在应该有两个英雄。我现在这边好像有两个英雄。那对于他们那些英雄的属性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那继续咯。这个是我们刚刚，哎，我刚刚不是有领到东西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怎么跳回去啊？奇怪，我不是要领背包吗？领了背包就跳出去了，怪怪的。好，我刚不是点这个，点完宝物库，然后就。好，出来了。这个是我的物品库。然后这个券一张。然后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我看得懂的。好好好，跳跳跳跳跳。有点慢哦，卡牌。这我刚刚看过了嘛。商店来看一下好了，一个卡包卖多少钱呢、啊？这边用1000个金币，我可以买一包，然后还有这一种钻石100块，每包100块，然后这个是券吧，是不是？每一个卡包有5张卡牌嘛，至少保证有一个稀有度的。好像有保证，那个应该是有保证吧。基本的，怎么又跳到这个？出现几率、啊，因为它现在有中英文夹杂嘛，我就不是很清楚、啊。OK， 也稍微大声一点。放假日，放假日，有小朋友在外面大喊大闹大叫。这个不能点哦。奇怪，那大概是这样吧，好像没有那种故事模式啊，或是跟 NPC 对战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哦，目前为止没有，我就先玩玩看吧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就玩一场吧，因为你没有可以跟 NPC 练习的一些东西的话，就只能跟玩家直接玩啊。跟玩家玩就可能会被大家也是新手吧，他应该要匹配新手吧，他怎么玩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只觉得这个无费可能先不要吧，怎么取消？好像是全部都要换掉，是不是？那确定好，不管了。啊，对方也在思考，哎、欸，是我先手吗？是我先手吗？我没有，是敌方回合。很搞笑，大家都新手了。哇，什么什么转换一颗魔力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鬼啊？我要怎么转换啊？这样吗？可以放进去吗？好，
我要把一张牌卡牌丢下去，我才会有这个魔力值、啊、我要派一二，哎，这么厉害，一二使我方使用我方英雄飞，哎呦，他这么厉害啊！这我看不太懂，速攻哦，不要啦，我用这个好了，跟他一样。我可以派吗？可以派吧。为什么拉不过去啊？啊，为什么拉不过去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时间限制哈。它不会烧线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能派啊？啊，卡关了，卡关了。为什么不能派齁？不太了解。至少我刚拉不出去啦，我搞不懂。啊、哦，是不是因为那个水晶的颜色不一样啊？是不是？好像是齁，因为我是黄色水晶，我就必须要拉那个绿色水晶，是不是？就是教学不清楚嘛，我也搞不懂，所以就大家看我如何被人家给干掉啊。那就这样吧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子就有啦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派这个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次又可以派，为什么？那我怎么刚不能派啊？不知道。水晶的意思，我刚刚就不能拉，搞不懂。然后现在突然又可以拉了，哦，三分之三哦，它是绿色、黄色、绿色。然后我要干嘛？等一下吧。他应该是要打我这个才对吧？然后我自己有攻击力哦。嘣！完了，我输了，已经处于劣势了。卡牌游戏是这样啊，场面如果没有什么优势的话，就很容易输啊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应该是要都没有技能齁，就派出去啦。然后我也不能干嘛，我只能打他吧。还有盾牌耶。好，结束回合。哎、欸，我刚忘了丢那个水晶，是不是？我忘了那个把那个水晶给丢过来，好惨！所以我现在少一颗水晶了。它不会自己长水晶哎、欸，要自己丢哎、欸，吼！没有办法，新手，对方看起来不是新手啦，可能已经玩过好几场了。快点把我打死吧！有点慢哦，这个一场打起来感觉有点慢，节奏有点慢，然后没有个秒数限制，没有告诉我说秒数限制怎么样的。对啊，你看我水晶没涨嘛，那我就随便吧，还可以再丢吗？先把他打死吧，嘣！然后嘞，我现在有三颗水晶的话，随便吧。那我也不知道，随便放。应该是不能丢了吧？好像说一回合只能丢一次嘛。所以我就做了两个失误嘛，一个是有一回合忘了丢这个水晶，然后由于第一回合我派不出怪，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派不出怪来。所以我就整个劣势，
超级劣势啊。他应该用这个老鼠打我才对的，老鼠又多一滴血，有没有？我这个就不见了啊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啦，那他看他要不要？猛兽男孩，野兽男孩，他可以干嘛？哇，好厉害哦！所有随从造成一点伤害啊，这么厉害哦 ，AOE 伤害，那我就超级劣势。我连他的效果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噔噔噔，这个是干嘛的啊？真的，相邻的随从进场触发，不是很了解。就是你进场之后就触发，赋予相邻的随从怎样？不是很了解啊。那 ，OK， 反正要输了嘛。好，赶快！恶霸鲨鱼没有任何效果，就基本的那一种淡水鳄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两费的淡水鳄还有迅猛龙，我玩过炉石战记的应该会知道了。两费通常都是二三或三二啊，攻击三或是攻击二，然后 HP 去置换，会比较平衡。然后像这种两费一三，它就会有一些技能，它就少了攻击力一点嘛，但是会赋予一些特殊的技能。大概是这样啦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赶快打一打，我毫无招架之力啊，因为我都玩错了。兄弟加油，给你鼓励啊，我们就没事做就看一下食人石，好奇怪啊，翻译哦，食人石石头，它是天使系列，进场触发。若你比对方多一个护盾的话，此随从可以获得22，而且此随从的话无法攻击敌人。哇，他就是有点嘲讽啊！你看他是进场触发嘛，然后有一个守卫功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哦，我没办法移走啊，大家自己看守卫，就是说我要先打他，但是他只能挡一次。跟那个嘲讽炉石里面的嘲讽不一样，炉石嘲讽是一定要打死之后才可以再去打，他是只能挡一次这样子。好，我就不放了，因为让他快一点。然后这个是岩石精灵元素，就是使用技能之后，他的随机一名吧，我放一名随从加一嘛，所以是随机，应该不是固定的。好，那这一只是野兽呢，他刚好看到嘛。他水晶比我多嘛？哦，不对，他自己有三颗以上绿色魔力水晶的话，可以对所有敌方造成一点伤害，有点 AOE 伤害啦。我刚刚就被他这一招打完之后，我怪就没了嘛。然后这没有东西，就是我刚说的2332，然后没有任何技能。OK， 输啦，没关系。就是你玩一个新的游戏，尤其是卡牌游戏，你一定会对所有东西不了解，所以输赢放旁边啊。我是完全不在意啊。好，有更新内容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游戏怪怪的哦，有没有？游戏现在感觉不太稳定，动不动就给我回去。那他目前的设定是没有跟 NPC 对战练习，你就只能跟人打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。那跟人打的话，你就真的不要太在意啊。他这个通常战好像现在只有通常战吧。好，我刚才先示范一次如何被打爆嘛，因为完全不会玩，乱玩一通。大概是这样啊，大家就每张卡牌就看一下他的一些 combo 怎么 combo， 怎么联动，怎么打。那就是先从自己的卡牌这边慢慢来看，你也可以直接去边打边看啊，那输掉也没关系。好的，那就先这样吧，反正就是一款对战的卡牌游戏，没有任何的故事，也没有任何的要打 NPC 啊，剧情模式都没有，就是直接跟人家 1v1 的。那我们还没有看齁，这个怎么卖啊？
他说100个这个可以，那我们来换算一下，我们这边抓200好了啦，好不好？那100的话就是300水晶嘛，那300个水晶可以买3包嘛，对不对？不小心按错，抱歉，我们再一次，真的有点慢，这个有点慢。好，我们直接大略算，100块300水晶可以买3包，也就是说一包大概算33块好了，大概30块，好不好？30块钱买一个卡包，那一包里面有5张，大概是这样。当然你买越多的话应该是越划算啦，就是你花越多钱越划算吧，通常它应该是会这样设计吧。而且这边还有限制耶，这不会是每日限制吧，不晓得，怕你一开始太强是不是？因为卡牌游戏一定要组成一些特定的套卡才会强嘛，然后再跟特定的职业组起来才会更厉害， combo 起来才会更厉害，好吧，大概是这样吧，应该是这个只能买3次吧，其他应该是没有限制的，因为这个最便宜吧，看起来有没有？这个也是1:2啊，这个已经快1:3了耶，好，这是1:2啊，这个也大概1:2，这就接近1:1了，这种很便宜的这种大概手出吧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手出啊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手出的功能啊。有些游戏会设定手出嘛，大家应该知道，这边新手特别优惠应该就是那个啦，只能买3次，1:3吧。好的，那有兴趣的人我会把这个游戏的下载连结放在下面，你们再来参考看看要不要想要玩这个卡牌对战游戏。那这一期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吧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